不起，感觉像来你的餐厅一样。欢迎来到我的餐厅啊！哎，哇，早啊早啊，早早早早，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白宇，白宇白宇。你好你好你好 ，hello hello， 小杰 ，hello 你好，罗拉 ，hello，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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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大家带了一些礼物来应援一下，哇，哇这么可爱。这个是送给罗拉的啊、哦，谢谢。这个勇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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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送给你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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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吧？对对对。好贴心哦，这个是专门定制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按照你们的那个漫画。谢谢。别别别别客气，我看爷爷奶奶是不是他们自己有的位置啊？对对对，他们坐这几个。啊对对，咱把这个放这儿，可以可以。哎呀 ，Hello， 早，博哥 ，Hello， 博哥 ，Hello， 博哥，早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是我们店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呦呦，是是是是是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白宇，这个是酒窝奶奶，酒窝奶奶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酒窝奶奶很美，小帅哥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白先生您好，你好你好，祝您万事如意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祝您身体健康。你看他的个儿有多少啊？他的个儿1.8米多，1.85米了吧？没有1.85米，1.8米，1.83米，八三，你看差这2公分，对，差2公分，我1.83米、啊，怎么听这个数字这么的吉祥，你知道吧？好熟悉是吧？